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死撑到现在。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在他人心中的位置是由您自己决定的，也是由您自己决定了他人对待您的方式。所以他忽视你，他现在把你放在朋友之后，都是由你们相处之间一早已经定下来了。你想斩断这个恶性循环的话，只有从根拔起。这个男人扔了可以，毫不可惜。好，谢谢明达老师，来。